A lot of people have asked me, I don't even know if this video is any good, but it just got recommended to me to play Terrace Land, which is just fucking China. They just stole World of Warcraft. Yeah, they took WoW and they stole it.使用 WASD 键。 使用普攻。
时刻到了，凯瑟琳，请你以公主之名邀请大家进入团队。 各位，只有解决了恶兆巨龙，才能守住银辉城，请大家和我一起全力以赴。 治疗。 转换。 注意分摊。喂，小心点儿，下次我可不复活你了。 速超载，注意解读顺序。你的那块破石头，刚才的是你看到了吗？这个叫明石的东西，是在传递什么信息吗？明石并没有指明是安卡什的哪个地方，但有一种说法：很久以前，安卡什部落受一块神石感召，定居于此。 也许他和你的名石有某种联系，可以为我们指明方向。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毕竟只有亲眼见到才能确定。
可不记得安卡什峡谷有这么巨大的悬浮物。不只是奇怪，它给我很不舒服的感觉。我们要去安卡什部落，势必要从那边经过，还是小心一点吧。先别急，看我发现了什么。这是传送石，你可以通过地图快速传送到它的周围。好了，我们继续前进吧，向前移动。是什么？一张纸，上面好像有字。喂，下面两个，等等。对，就是你们，没看到旁边的进行标志吗？还是说，你们的目标就是那座黑塔呢？不想倒霉的话就退后，这些半人马是冲我们来的。你确定不需要帮忙吗？好了，士兵们，我们也不能被人小瞧，准备好守护祭坛。怕什么？朋友们来战个痛快吧。就别想走了，都留下来吧。精彩，怎么这么多半人马战斗都在部落下风。很久没有这么畅快淋漓的战斗了。来吧，我们坐车回部落。好了，二位，现在该你们来告诉我，来安卡什的目的是什么了？找寻记忆。找寻记忆。他忘记了一切，除了名字什么都不记得了。而我是他花钱雇来的，帮他寻找过去，恢复记忆。虽然失忆，但训练有素，战力惊人。这样的人往往身负巨大的谜团，一不小心就会把旁人卷入其中。你说是吧，牧师小姐？干我这行的信条就是拿钱办事，至于雇主是什么人，并不需要我来关心，也没兴趣。还真是一问三不知啊。这里就是安卡什部落，不过外来者是来帮我们解决黑塔的吗？说不定是可疑的人，你看后面还跟着士兵。看吧，多吉也失踪了。自己觉得卫兵在监视我们。这是第几个了？可怕，他们一定是被黑塔吃掉了。听说你能单挑三个半人吗？点击任务追踪，查看你的专家说明。后续可以在技能界面再次查看你的专家亮谱说明。
听说你能单挑三个半人马。这些村民似乎需要帮助。点击按钮，快捷穿戴。这是新的群攻技能。部落面临着诸多威胁，衷心的感谢你们帮助。Your field stabilized.